各位上帝师，金刚经现在讲到第一八空五压，第一八空五压嘛，我解释第十六年，用二十七年解释呢，前面讲到第十五，最后该三心不可得，先是妄心当体本空，接下去啊，经文讲。是菩提以一云何让人万三千太前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年以是因缘得福多否以是世尊此年以是因缘得福甚多是菩提要福得有失以来不舍得福得多以福得无故以来说得福得多也就几个天津菩萨的解释呢也就是第十六年解释第十六年第十六年的意思啊在前面的经文的前段上啊有说明讲第十六年进入上庄以来入是坚定经典上面第十五年这一章的经文上来为福德一心一生前面是讲话三心不可得妄心当体即空因为这个福德修福的福德是依靠这个心力去做作然后才能够成就前面经文既然讲诸心既多妄不可得这福德一时多妄何名善法既拿上文的妄心来做比来做例子讲前文讲诸心既妄都是众生的凡夫妄心颠倒所以按照多妄多是颠倒众生凡夫心啊妄想心都是颠倒所以为之多妄之心多么是体不可得嗯这样呢福德也要靠心神啊心机不可得该心机做个福德也要颠倒啊也变成妄啊跟我们很多善法呢机会善法修福何意呀？既然唔系善法，跟你修福又有乜嘅利益呢？恐怕有你们生意两种疑问，所以将有两套经文去解释。经文讲，太前波布施两边唔系比较那个经文嘅福德嘅一个意义，是拿布施嘅福德来说明啊，讲那个福德。老你的妄心的情况无穷样的意思所以反过来的解释香港此团福德理心颠倒你呀也是拿前面的妄心颠倒为例我会话到讲话所修的福德也是老妄心穷样颠倒希望不是拿来按你的解释这是一个福德模式也是颠倒这又何必修福呢所以经文上所说的福德多者以理想行事啊福神无漏理应一章故得福德多经文上释迦世尊问释菩提讲释菩提以一云何用人们三千太前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两个文字不是解释的前面讲过多次了讲用太前的七宝来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修福的人也要有出缘才能够成就所以从两个人修福的人有两初福的因缘太前布施的福的因缘其实这个福的很多嘛也是福的文法释菩提答复讲以是世尊
个黑是怎呢？是人也是因缘得福生道，是修福的人有两种修福的因缘，所得的福德比天亲多。也是释菩提答复。那么佛对释菩提讲：释菩提啊，若福德有失，如来不说得福德多。家庭所修的福德还有失体。福德还有实体呀、啊，像物质上有个现象，有实体存在呢，佛不会讲你个福德深多，有实体就不会讲得到福德深多，而福德无故，因为福德无实体，无啊，现实福德无实体，无性，人生性空吗？因人生法当体即空。无实体的缘故，所以佛讲话讲话得福得多，多显示其无形无相的无了福德呢。然后真心离体空央，数穷万变，所以讲话讲到多有形相啊，乜个多都有限度，无形相嘅真系多。所以主教香港福德多咋，也是理想行事。因为你愿你出错有识的福德相、不出错去行布施，就是所谓三轮体空啦。那么两个修的福德啦，就变成无了福，了是烦恼，无了就说两个福德的作用啊，成为无了的福德，能团烦恼了神是出世间的福德、就是佛果上的福德、因为其离于二障两种障碍，就是烦恼障所敌障，因为其远离了烦恼障所敌障两种的障碍、直接老无了的法性相应，所以因此之故呢，佛讲话讲，你个人得个福德深多，因为老了个法性空央，数穷万变，所以才会变成多。佛为凡夫一名之一，是解释从凡多转详细来解释说明了个道理讲。若是念佛的有失，这是七相之福。家庭修福的人是念执着讲吧。福德有个实体存在，福德如果有一个实体存在呢，该就有错相，执着这个福德相，起就起错，起错这个福德相，因为有福德的体相福德，如果是安尼呢，以来就不说绝对福德多，佛就不会讲话你阿个福德深多。因为有形象的再多也是有限，这是属于有了福、所以说何者我们说你执着有相出相的布施、所得的福德就是有形象，这会有执着、我们说你不能成为福德多呢，所以说何者是反问词，也是有了之福，就问人天受过不起菩提呀，出相布施啊，用个太子讲，出相布施神天福，有阴阳见煞虚空，施力轻，见反吹，走得来生不如意。所以出相布施的福啊，是咪有了的福德，了是烦恼，就是烦恼障所地障。出相布施的福德，人人在三界内，人人有轮回流转，最多就是成天做人的小小的果报，或者人天受果，一个受果还不好指一个上文人国的受生果，因为指人天的果报去受，受是受的意思，人天的果报去受，因为他所得的人天福报受，所以叫人天受果。因为这个人天福报的出相布施所得的福啊，
不能趋向无上菩提，简单讲呢，就不能成佛，初着相就不能成佛，所以唔讲叫安乐得福得道，反过来讲，要谈福得无心，经文上讲嘅以福得无故，佢就无事啊，问题简略，唔好误会话到个无福得，唔系忙。无啊，现实里个理想布施啊，莫是心好的，没有体质个，没有形象个，因为无形无相为之无性之福。如果能够了他福德没并莫是心，而福德个真实个作用啊，老了个真心离体空相，合为一体。受穷方便，由此能够成就佛果。以佛智慧为本，该是拿佛的智慧啊来做一个根本。是理想佛，因为就是离弃畜生三轮体空的福德。因此之故呢，这以来乃说得福德多年，因为按你的缘故，佛将会讲了这个人所得的福德挺多。你是你没想了，故其人佛智慧为本，非颠倒功德。其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八十行其，这是金刚经的其。其这多年为了有了两句其讲吧，佛用智慧为根本，所修的理想福德，不是像凡夫修的有相的福德的颠倒福德，所以讲理想的智慧福啊，有智慧所造的成就的福德，非颠倒功德，唔像世间呢颠倒的妄想所成就的初相不是的福德，所以讲为着福德甚多啊，然后那个真心离地啊，穷将受穷方便，所以成为甚多。下面加上一个问答吧。来解释一个疑问，问佛性空，故佛多者，前说妄心性空，妄亦应多。问法的意思，拿前面的妄心来比例。既然两位修佛的佛的个心，当体即空，所以为是人生性空。福德是人生性空，当地即空，按呢福德将会多。搿既然是按呢啊，搿前面讲妄心也是性空啊，妄心当地也是不可得，当地即空。搿呢应当妄心也是清道嘛，妄亦应道，妄心也是清道，搿咪按呢，也是疑问。下面答复个解释讲答。佛以佛智为本，顺以性空，故无性空，佛在甚多。上面佛的多，老妄心无穷样。因为这个佛啊，所修的福德，用佛智来做一个根本，用佛智做根本啊，所以把佛化身老真心穷样。合为一个无虚分别，完全无实体，所以老佛心中要受穷方便，所以为佛的智慧为本。所以按呢修的福德呢，顺以法性当体即空的脱离，能悟到性空当体即空的脱离，所以现实所修的理想之福啊，很多清道福。在甚道理想佛多的原因，因为其理想老真心离体合为一体啊，所以不是甚道。心是颠倒位于性空啊，因为那个妄心是就是妄识了，众生的妄心妄识啊，那个希望心嘛是颠倒的啊，众生执着所起的，一个希望颠倒的心识
老了的情况的脱离呀，想回拜，所以回忆心狂，回是回拜，老心狂的脱离想回拜，不能相应，所以不能成为什么道，叫我心狂，这心是独亲，谁让人的心体能够替我祝福当地心狂的脱离。能替我这个人生心狂的脱离，那妄心当然不可得，妄心就消除了。如果能我心狂，妄心当然就消除。心是独亲，亲啊，就是妄消除的意思。妄心已经除亲，所以不能拿妄心来立这个福德。福德以正狂的理心合为一。顺正狂离体，所以能说什么道？妄心违背正心离体，老正心离体想违背，所以你还采我正狂啊，妄心就消除了，心是独为受亲，亲就是灭亲的意思，能我正狂离，妄心就灭亲，就不可得，显示本有个正心离体出来。张能够啊，老了的无心的福啊，相应，所以福德无心，老妄心无重要，不能拿了个为例，所以福德能老真心合为一，变成清道，妄心啊，老真心相违背，不能合为一，所以。等到你悟到心空啊，妄心就消除了。所以因此之故，拿妄心为例，不能成立。所以你就显示讲，究竟佛果，佛的智慧圆满其中，佛果上的佛的啊哈，是无漏佛的，替我诸法心空的佛的。所以老你一般所修的。直接有相的福德无重要，因此自古啊，所以福德将会显示无量无边，佛的福德无穷无尽。那么佛的福德无穷无尽，就是因为其理想，因为其无烦恼障所的障碍两种障碍，七大与真心相应，所以将来成就无量福德。上面就是解释讲，佛所修的无量福。老世间的初相福无穷要，按来就可以明白讲，佛果的福德无量无边，老的是世间初相给福德无穷要，按来将能够分得清楚，也是七十六年的解释。七十七年哈，下面七十解释七十七年，就这个主教方的解释讲，两团的疑问啊，是从前面第三团的疑问上来，所以第十七年从第三来，就是前面的第三年的经文上啊，的说明上对这边上引出来的疑问。我们讲呢，相说一切现身给予无为法已有差别，一切现身给予无为法已有差别，也是出在前面给第三年的文字上呢。无为者法身也，无为什么呢？无所作为的就是法身离体，法身无相，用了诸佛比其就相合，此名为佛佛。佛真的法身，法身是无形无相，法身既然无相，怎么个神求佛果的时间，有其就相合庄严，相合到佛，跟我们不用无相来显示。又要用有相来说明呢，因为有前面的无相佛引出这个无相的法身来说明的，佛果应当无相啊，可是现在啊，佛果因法身独讲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合，佛是不是一天啊都要祈求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合，下面的经文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经文讲，师父的以一人何佛可以祈求色身见佛，神求佛果的身体
喺热天爱用你嘅云像企着香火庄严嘅身体来看嘛，将来要显示得出来喺眼里嘛。啊，佛呀，世尊，如来不愿意企着实身见，你阿喺释菩提答复嘅话，个真系看唔咩眼呢？究竟佛国唔咩爱用实身来啊表达，唔咩云像爱用嘅实身来表达。啊，所以如来究竟嘅真觉嘅佛国。法身离体不应当用那个起足色身，起足是顽皮人们起足的相合庄严，所谓八十种合按那个色身啊，来表示讲佛身一天是暗的。何以故？如来说起足色身，人们讲不以色身见呢，因为佛所讲的起足色身的假象啊，模式体即非起足色身，那只是随顺众生的方便视现，法身离体不一定而起彼了个色身，啊，也只是假名为了利益众生，是名起足色身，是一种假名，为了托众生的方便所表现出来的色身相好，该目标在托众生，佛的法身离体不注重，啊，不注重在了一边。佛有再问讲，释菩提，以一云何？如来可以起足诸相见佛，相指应化身的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前面十身是八十种合，三十二相八十种合。讲佛可以用起足诸相来见嘛？系每一天要有三十二相的身体，将能够见到佛身嘛？佛呀，世尊。如来不应以起足诸相见，也释菩提的答复。我将来看不应该用完全起足三十二相的相，才能够见到佛，应当不是暗的。何以故？我们讲呢，如来说诸相起足啊，即非起足，是名诸相起足。佛所讲的起足相，讲三十二相的应神佛。那是土众生的方便啊，实际上其无量的实体可得即非其足当体性空啊，只是土众生的方便假名其足，是名啊主相其足而已。也是顺照文是小文，再看这个主解看经常文解释啊，此团无为何有相互碾压，传出讲佛果法身呢是无所作为，无所作为的法身样板有相有好呢，相三十二相，好八十种好，样板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法身故非相好啊，以相好维持不是法身。解释讲法身不是而有相好，法身虚空无心并没而一定有相好，法身不是相好，法身固然不是相好，但是相好也没离开法身啊，相好未必不是法身啊，所以说相好维持不是法身啊，意思就是说法身不一定要有相好，但相好也不离法身，离开法身也没相好好的啊，真有无相好能现相好，真是因为法身无相，八十种好也不可得，所以法身本来就是无相好，因为其无相好才能现相好，法身本来无相无好，可是呢因为以无倾向庄严，所以能够现出相好来，下面那个比喻就可以容易明白了，以江中无物呢方能现物，现头的江也是普遍玻璃做个江的哈，我比如说像那个周年的江的秦腔周年的江的江的港体上没物品，没什么物品做个比刚刚枪枪，因为给江体无物将能现物啊，家庭讲讲的是有物色等出个味，比如讲有存在杂味，就现不出相来了。
所以将要有物呢，安能先物？安是疑问词，疑问词。两位没看作品安个安哈，也只是疑问词个。佮感能叫先出物相来安尼啊。家庭将中一个系有物品，佮佮感能叫先出相来，冇不就不能先出这个物相来啊。因为讲体无物，所以能叫现象。哪里个来比方啊？法身因为无相，所以才能现象。一个法身有相，就不能现象了。所以众生皆起法身，不能现象或者以其有物故也。我们众生也有这个法身，所谓痴心倾向心。众生本具个痴心倾向法身。众生虽然有法身啊，可是不能现象哈。两般不能现象后呢，因为是有物，有嘛个物，烦恼妄想，物即希望身心之质。那恁众生有了个希望的身体，希望的妄心，有了个执着，一个执着就是两种之物，本了个物品啊杂比的呢，烦恼妄想杂比呢。是真心离体显现不出来。此以假释菩提法子，讲这个道理，假释菩提来互相问答来发明这个道理。根本上有两摊：初，名无神现神；次，名无相现象。前面的根本上第一摊讲起就色神，第二摊讲起就相好，所以讲，第一趟是讲本来无神亦能现神，第二趟讲本来无相亦能现象，第一趟所讲的就是讲神相的随行哈，八十种哈，八十随行哈，一个迷失的相位置哈。第二趟讲相就是三十二相，论云法神毕竟非色神，非诸相，然。相和你中一回不复，此你不离法身故，是故此你啊一得人无，故是回身。也引证那个无超菩萨、老天亲菩萨所说的《金刚经》论上的法来做帮助解释讲，法身究竟无形无色啊，没有身体，也无种种相。所以讲，毕竟非色身也非诸相，言之转意思。讲但是呢，相老何两种啊，也不离佛，一非不佛，讲也唔系讲唔系佛。相何庄严也不能讲佢唔系佛，因为佢无相能现象，将是真正能现象嘅佛。此你不离法身故，讲两种啊，并冇离开法身。法身当地能现相合，相合庄严就假法身能够显现。是故此义啊，一得人物，故是非身。因此只故两种相合，相老合这两种，不可以讲无，他也可以讲无，在法身上本来就无，所以一得人物，所以不是非身。一定人有，不可以讲完全无，也可以讲有，有啊，既能实现的缘故，所以故说起就，起就就是完毕。相合庄严在法身中随时能够显现，当下本来起就。那么明白两个道理，就提的讲，法身本来无相，因神有相合庄严，用意在度众生。众生是出相，无相啊，众生不能起业。他们就讲是完全讲空理，是无奈有碰何业，而起业佛法嘛，无奈何业。所以现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和个庄严相合，使众生由此牵靠方便引业，也是度众生的方便啊。而法身离体本来就是无相。先明白把这所讲的法身无相，无相的脱离显示法身本来无相，
而又像是土中人的方便，才不过的究竟觉悟行啊，比磨练的粗糙啊，磨练的粗糙，它随时随地引发的因缘啊，只要需要土中人能够成就，它就可以随时显现。那就是团体十七年的经文啊。前排讲团体十八年，经文讲释菩提，你不会以来作思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思念，何以故？有人言，以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释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把这个道理啊，处处都要破除众生的执着，看出执着的用意啊，随时随地都在文字上表现出来。你看谈提示八年哈，在释方讲提示八年云，要以来说神相好不可得见，任何人以来说法也。也就从前面提示起你的文字上啊引发出来的疑问，既然佛果色身相合都不可得，不可见，了无实体好得，这是一种方便的实现。干呢，佛神，要么如何说法呢？任何人以来说法呀，要么讲佛有说法。个神上下不可见，啊，不可得，那应当神像也不可得。无神那么个些说法呢？恐怕有人会起这种个疑问，所以佛对释菩提讲：“释菩提啊，你不会以来作思念，不会莫安尼想。”因为是无人会讲话，佛有按你的念头讲，哎，挨出个说法，我当有所说法。以来作思念就是讲佛啊，有按你的念头，讲挨地下为众生说法，佛无了个念头，啊，一个说法只是像江中现象中央，啊，像风中皮球现出个想象中央，啊。个外边唔系有作依说法，神超佛国嘅究竟果个，唔系有作依个，哎，我来说法咯，冇按你嘅禅音，啊，所以你冇有呢种嘅念头，因为讲话佛有作依，打算讲我来说法，我有所说法，我自坐嘅边说法，莫作思念，你唔好有呢个念头。你如果认为佛有虚念说法，这就已经错误了。何以故？让板讲呢，有人言啊，以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假听有人讲话，佛有所说法，这里啊，按你想的人啊，这就等于佛与谤佛同样。谤啊，无事是拿出来讲的假话。就成为诽谤，一个谤佛的意义啊，前面提九十八页行哈，你去个翻过来看，提九十八页个第四行哈，有一行按了下讲，让人无法以司机中妥顺感谤。前面提九十八页第四行，有点几句话，让人无法。以司机中妥顺感谤，前面是讲有佛无佛起分别，啊，讲无按到顺感谤，要么按到司机呢，论谤啊，有司机，就是要有按到真一谤，无无无按到顺感谤，还有松一，啊。讲从一就是讲一有一无，一个讲一有一无，
叫做按照想回报，有老无想回报，也是回报，亦有亦无按照想回报。其实只讲回有回无，也唔是有，也唔是无，叫按照虚论报，虚论游戏之论啊，该讲按照非法模式体，无意义啊。所以按照司机该帮你啊，有司机该帮啊。有按照正业帮，无按照顺感帮啊，顺业一有一无，按照想回帮，无老有想回拜，两方不能同时欺骗，所以不是想回帮。非有非无，也唔系有也唔系无，按照虚论帮啊，无意义嘅话，游戏之论，或者虚论帮。第二位讲话，因为以来有所说法，按照正业帮；前面因为无佛说，按照顺感帮。哎，也在帮的司机当中呢，现在一个人因为佛有所说法，接触佛有所说法，他就变成正业帮。啊，本来无所说，人因为有所说，该就是成为正业帮。要蛮讲几时等于回报呢？不能解我所说故，我佛此行，亚个人呐、啊，不能了解佛说法的意义的缘故。要蛮讲，如果因为佛有所说法，佛有按你个作意，该等于帮佛，或者真于帮。念念从哪位呢？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啊。并无实法可说，只是随顺众生做众生的正常人，方便说法。该说法嘛，并唔系法身有作依说法，是随顺众生嘅度众生嘅因缘，现出说法嘅现象。但在佛嘅法身上啊，并无呢一种嘅作依，所以讲只是假名说法而已，本来无法可说。假名说法，所以前面有字是名说法。下面个解释讲，此谈无生何以说法名呀？前面讲既然讲法身无相，就神相不可得，那就无神了。既然神都没了，那么个以说法呢？我神一点从你们，错杂错解人，杂是杂质，讲你们按的相，不是杂质。常悟的境界，莫作思念，个人莫按你想，这就是杂质及无起的个念头。此真实所依，何以故以下就真实所依然？真是真门，真门两个何以故为真门词啊？来做解释，下文就是解释。为以来他诸法空，毕竟无执。寻求佛果的究竟果，了他诸法当体即空，究竟无所执着，佛七代不会有所执着。今人有说是帮佛执法，讲佛有所说法，那是变成非帮佛执着有法菩萨了，所以变成帮佛。原因就是不介意来说说你呀，因为他不了解佛所讲说法的用意啊，这个意义就不能明白，所以将会有两种的发生的一个真业帮的情况。后是真见云，后是后文，须菩提说法者以下无法过说，这是说出这个正当而有暗的一个见解的文字讲。佛说法嘛，无法过说，虽然说法并无法过说，说以无说，为之无法过说。是名说法，假名说法而已。一个道理，如果你不能明白，哪一个比方讲，比众因缘巧结，所有相答，众随答相，亦无答相之念。拿这个比方来比喻佛说法，比喻讲话个吊灯个太重哈，从太天上吊灯个太重。因为人去敲击，敲击就是打了，钟锤去打，有人拿钟锤去敲击打钟了，
嘅种肯定就会向着岩上来，需要向达嘅种本意敲击到敲击上门啊，嘅向着上来就是向达峰，所以不是向达。因为你靠大种，种将会出山啊，种水达向啊，一步达向怎样？种水人本人敲击打出来有上向，但是种个当地几毛像让我爱的哈吧，种出个像哦，你当然这种啊就像就太上了，种个本地几毛按那个像样，种是完全无地之物，各家两个比喻啊，来说明佛说法啊，无心一说。唔咩有造意说，老嘅穷样，那只是显示无造意嘅意思。唔咩讲话佛老种穷样无敌，唔咩按呢啊？那意思就是讲佛度众生说法哈，有众生应当闻法嘅紧急现前，就像种有人来敲打穷样，那佛就对佢说法，就像种像穷样，啊，佛随说法，亦无说法之心呀。讲佛虽然有说法，但佢并冇说法嘅善念，唔系有善念讲话，系作意，系故意而说法。那只是众生啊，比如讲你来将嘅面前来看嘛，将嘅自然就会现象。你那种出来大种嘛，种自然就会反向。他呢，将嘅并冇想讲爱而来现象，种也冇想讲爱而来出生。啊，佛个说法也是重要。你看，就是解释你看，一通个经文个道理啊，已经清楚了。下面呢、啊、是主解个人啊，因为你看一通经文前面说过多次了，好像有点重复，所以再用那个问道个方式来帮助解释讲。问：第三、第五、第七、七次，第次就是第十八啊。四处解人无说。讲前面的第三、二、第五、二、第七、二个解释文行，都有简单提到或正面提到，讲佛说法啊，并无所说。一个道理呀，前面已经讲过三次了，俩就是已经是第四次了。重要都讲无说，岂不重呀？干的经文干不会重复？讲怕有人。看到前文讲过三次无法无说的意义，无起无得的意义，老爹都一想法跟样板前面讲过的，你又再讲呢，好像是重复了。大夫讲，言告有之，未可雷同。前面三次讲的呀，各个有几个种子损害，不可以为穷呀。雷同两则事就表示穷样，这个出处行啊，把文字写文解释讲出来，将来说明啊。前面三个疑问行的解释都有讲到无法可说，或是无得无起，以想方穷样的道理，这并没穷样啊。每一摊啊都有一个种子，每一摊有一个志气，没完全穷样。唯可雷同讲，无人为穷样。无人为穷样，雷同底下听我解释，有冇讲唔系讲完全穷样呢？下面做解释出来讲，第三啊，你化成有说，前面第三你肯讲嘅啊，讲无说嘅道理呢，因为有人而反而讲话，因化成说法任人有说，所以破除讲话啊无说嘅道理。第五啊。第五义真知可说，第五个义门话都讲，佛果所证的智慧能说法，啊，其实智慧也是随机应现，并没有说法的作意，啊，所以个用意的种子也冇重要。第七呢，明佛无异说，讲佛说法都是平等冇差别，随众生机，差别在众生境界。唔系财富，并冇意说，冇一样嘅说法。所以三个地方前面讲过嘅，虽然一穷样，但内容冇穷样。
是文，现在呢，提示把你的文字讲，你无神何说？既然法身无相，无实体的身体，无身体怎把能说法呢？比如讲无身体，那又再何讲？四处皆脉络尘世，世界地方讲的个无说无得的道理呀，几都有的个道理的脉络脉路啊，像这个线脉的路线好浅啊，去沉去迷失，你细细细细去体会呀，这样能够了解。因是整片呀，整片就是粉片啊，其实上面个叫是脱整啊。整片就是粉片，个你应当需要去粉片啊。你还是顺畅文字，先把那个因为讲前面讲过三次了，第四次讲，还没一同样有重复，说明无重复的道理。